你可以。很好啊，我弹一次给你听，让你听一下。我的是不是说我一次没办法看六个音？因为我们这是降一大调，降一大调它上面有写西米拉，所以我这三个音都要降。去对到降，我是要去记说它是哪些降。你可以记位置，就是我遇到这个音，就遇到咪降啦，这三个音我都要降，都要弹黑键。除非它有写一个还原记号，看一下第三小节有个咪，它还原的，它就没有降。我拍子真的不是很会算，只要负点二分音符，它旁边有一个点，那个拉降是三拍，然后后面那个收是两拍，然后过来黑黑黑的是一拍，四分音符。很好啊，可以哈，可以。唱歌、吉他、钢琴，最优质的音乐家教都在 Amazing Talker。